Hello， 我现在在新邦林岸。啊，新邦林岸要去舍人纳的路。那天在永平啊，遇到一位老板，跟王榜家在喝茶。我隔壁坐一个老板，有吗？啊，他有40多一架的榴莲园啊，今天要来用试用安格威廉的肥料。这位老板也是开那舍利的，开了40多年。我讲，哇，你看到人家，你还敢用我的肥料啊？他讲他做那舍利的，他更了解，做那舍利的。啊啊，你看这个树，那个罗明古出来蛮要真的。啊啊 ，Alex 啊，嗨。啊，臭臭肥，臭臭肥啊！啊，都听我啊，那个罗明古嘛怎么呢？三度不烂呢？啊，啊，ini baca apa nama? Cakap. Apa nama? Ali Mama. Ali Mama. Apa nama ini? Uncle. Ah? Uncle William. Uncle William Ali Mama. Ah, lagi dua minggu. Lu tengok.Kalau taruh cantik, lain kali tak mau pakai. Boleh? Boleh. Ah, let's taruh. Ah, Ali Mama. Ali Mama. 感谢粉丝支持哦。在永平遇到喝茶，第一次使用安格威廉的肥料。啊，这位老板是做那舍利的。阿姨当去舍的呢。他在这边有20多一个，他隔壁的人的也是，他讲放了没啊，就要来看啊，这个一吨啊不到1000块，妈呀，真的 Alex 全部靠你啊。 OK， 没问题的。那么等一下他的油种园，你去跟他那个一下看一下。啊，油种园啊。好。这个顾客第一次用啊。对啊，第一次用啊。第一次用。试一下我的阿里巴巴。还有。这个已经4年树了哦，还这么矮。啊。啊。顾客用了1年的都已经是70-80了。啊，头家我无你起房门镜。啊，jangan campur啊。Mana bagus? Kalau bagus baru guna apa? Apa baca? Ali Mama. Ah? Ali Mama. Ali Mama. Ah. Kalau ini tai ayam gua makan. Itu gambar apa nama gambar? Uncle. Uncle. Ah, okay. Kau nang lepai lepai kau aje. Ah, 这个老板，这边人在新马林岸去吃的呢，是吗？老板在笑。走啊！啊？啊 ？OK。龙眼啊，龙眼，龙眼。几多个？啊？几多了喂？几多个？无多你负责啦。还多，还多，这里还多。啊？Alex 种菜了，等下直接去拿油种盐喽。啊？他在南马路那边啊。OK 啊，你到。就注意啊，啊，有点困。来来来，是呀，哎，是呀，啊，你看，就注意啊，你看，老板，你看这边收水啊，你倒爱开条龙沟嘞。老板做那生意做了40多年了，因为我这边我没有浇水，天生天养啊，啥都不烂顶啊，啊，哎，老板，你是这片，你那边那片呢？那边呢？大颗的有吗？不要紧啊、哦，老板讲，3个礼拜好就要用。
老板，你刚才听了我的肥料的价格讲。要跟你抱生孩子哎。不要紧，这个省里面有你。哇，妈地打肉，顶好不了了。啊，这密度。berapa pokok macam mau mati ni ya, kau ya? Ah, dia, 老板讲没有放安哥维的肥料也是会麻地啦。啊？像蜜子一点不用紧的。啊，哇，不是安哥维的肥料会麻地啊，打了不麻地啊？啊，是不冷菇呢，毛麻地没有打了安哥维的不呢？干死伊了。这位老板这边二十三十多一个，感谢支持啊、哦！